因为之前我不认识他。第一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。不就是想换他吗？那个男的是不是比我烦？像个娘们。愿秋风悲画扇，是让你帮着你哥搞业务，是让你搞破鞋。第二最好不相知，两个人过日子那是要讲感情的，所以我是深思熟虑。你觉得咱俩这么下去有意思？但凭借未婚时，爸，主要是我是真没想好。第三最好不相伴，为什么会是他呢？你知道我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。是否请原谅？林大先生，今后我就管你叫哥哥。林大先生，现在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我的人。你这么年轻，这么才，厉害，多少是个中国警察。此便可不相弃，重门深去感动上花楼西。第六最好不相对，如此便可不相对，再相会岂知无谁与归。可怎么走都走不到你身边去。我们去西安，攘外必先安内。我是真不知老蒋藏了什么心。委员长可以先签字，明确态度。抚今苍生，抚今蓬山万重。第八最好都配得上国家的人，一定让我照顾。如此便可。县长，你真打算趟这浑水啊？马上就要上路了，还有什么要交代？我把这媳妇立案，他你还想不想活？他是上面派来的人。我现在觉得这趟水还不够浑，是在考虑当共产党还是当国民党吗？因为我的任务是壮烈卫生工作。天亮之后送你走吧。李耀东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马云波，你怎么来了？李耀东，你没有死的资格。相思无意，世界说与君。